地处偏远的地区更需要有佛法来接引众生。垦丁沿海市地处偏远，更需要佛法与法师接引众生。因为咱长老爷的非常甲新民长老爷两个非常诚恳邀请啊，我来做主持。开始有影吼，那一路吼，一路要对啊，开到这，开到渡过吼，哦，开始有影远，哦，有影远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希望阮这边有一个法师会当来遮弘法利生啊。啊，可惜嘞，咱遮法师你来啊，慈悲吼，我嘛六十几岁，嘛爱退休啊，所以嘛想来爱新的主持嘞吼，啊，所以非常欢迎啊，咱遮法师。啊，你有没发挂个心嘞？要咱家嘞国境之人啊，弘法利生嘞，伊同我讲，我带你安排吼。啊，总是啦，真正咱这国境之人嘞，法师嘞，较起来，咱家嘞，从民国44年到今嘛嘞，有咱禅定长老林，民国70年到今嘛，30几年嘞，唔捌看到遐一法师来到遮。咱这个寺庙，你等到看到在，所以咧，咱你印性一教性的寺庙啊，吼，那寺庙，那佛光真这么大亮啊，吼，所以讲，麻雀虽小啊，呐，你丢那六脏俱全，跟几个什么脏，法脏比丘，哈哈，那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来所以心出世，为说弥陀。长觉法师开示，垦丁沿海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期望诸山长老法师能多到垦丁沿海市弘法利生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简玉林屏东采访报道。